好多香港女士行得多啦，著得多高踭鞋，都有水腫、腳腫或者咧腳痛症問題。今次我哋用運動魔杖咧解決以上嘅問題啦。运动魔杖好得意嘅，可以刺激穴位啦，而且咧可以咧排毒，仲有可以消除疲劳、减压添啊！用之前咧，我会建议大家唔好冲凉住，因为咧之后肌肤系会变灰啦、变黑，就系因为咧佢可以咧系反映翻我哋身体内脏嘅问题嘅。咁如果变灰咧，即系话帮你咧排咗毒啦、排咗酸，你会觉得好舒服，全身咧好似做咗 part 咧 spa 或者做咗 part 按摩嘅。咁通常会打圈啦，同埋咧系搽多少少油。用完你觉得咧系好过用手按，你会觉得好减压，同埋见到一啲咧身体变灰又变黑咧都几治愈噶，去水肿。嘅效果我觉得是比较强啲添啊！咁我哋有分细头啦、大头啦，仲有一支有两个头嘅。最后我哋有一个咧就系新疗法，就系刮脷胎啊！咁就系100% 咧系铜嘅产品。咁大家可以嚟到铜锣湾店或者系我哋嘅网站 www.greenmedical.com 嗰度咧睇下边一款啱你哋多啲啦。